双方运动员小秀天门右对右。南方运动员向外支顶，借边线突然回向发力，将对方肘倒。中午摔跤讲究手势两散门，全配合腿迎人，所以说手法在摔跤实战当中一把有力的手法。哎呦，不仅有技艺的展现，更有战术的变化。我们比赛的有效范围是直径九米的圆形区域。我方运动员坐踢，来自意大利的这位运动员作为一名国外选手，技术还是比较细腻的，为我们也展现了他学艺多年的效果。